点到。去哪里？我们表演给谁欣赏？我们是一个家庭乐团啊，哪里有家的感觉，我们就去哪里表演。我陪着你的呼唤，陪着你的泪弯。乘着太阳爬上海岸。我们是由家庭成员组成的乐团，这一位我是街头艺人纪秀月，那这位是我的先生简明俊，他是我们乐团的吉他手。名字呢，就是贝壳，它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外壳，但是它的里面却是非常的温馨，非常的柔和。那这是我们取贝壳乐团的意象。那如果在您重要的人生的重要时刻，我们很愿意为您祝福。